警察就不是你爱的吴金玉啊！这种气氛感，其实我甲你的缘分是早就已经做好好啦。你现在做就是有肯放过伊嘛，放过你家己。那你讲啊，你不是讲要带金玉到你来？你已经等五年啊，你跟我好起来。拍摄拍摄，你安怎？我家仔要分路边的物件，不用拍摄。哇，看起来你好起来嘞！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原来是有这老魔要和你扣，把我骗来这，够你鸟吃完。野外地盘，你敢欺负蒙子，你还是七分半啊！我看这间店的消防设施哦，不是公盖就全，可能那些热恋体验。我伫这用大家回事嘞，小丹嘞，还是要回事嘞哦，咱就是上台的时候，是我做唔对啊，下你玩莲花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敢搁会记得朱晴天百年无变的绿茶婊，专门靠色盘，啊，家己却无百变。别外地盘，你敢欺负蒙子，你还是七分半啦。严忠信，你之前看到我，还搁会叫一声信，今麦竟然连名带姓安尼叫。竟然是，你偷摕我的手表，你今麦袂使放伊走啊！明明就知影，乱是超过伊乌坑，让我跳，我搁无我跳落去。开封。我的律师处理好所有的代志，你马上就当交付钱。这里，你已经等五年啊，你敢有好起来？无嘛，你是要等到什么时阵？其实我甲你的缘分是早就已经做好好啊，我相信那是我，你嘛一定有同款感觉，对吧？是要跟着你交往的，一年拿我一个，至于成为这世界上唯一的情人，我不准你马上满意。开一支酒就是要输掉，你对阮厝内底人无礼貌。昨天我们这个许氏的十一点啊，把人的婚纱店烧掉。你当初你伫警察局是表现得足好。我做唔对啊，啥你玩莲花？我无希望金玉是着任何伤害，甚至变成把人欺负的目标。我一定会把金玉保护完好，因为我已经把伊当作是我的责任。我已经讲过，无任何人会放手。我靠你！